作为一个男人，对吧？不管你是谈恋爱还是结婚，你就两件事儿：第一个，给这个家里挣钱；第二呢，你用心关爱这个女人，对吧？关爱陪伴你的这个人。我平时有关心她，我其实对她挺好，要不然她早就离开我了。哦，这就是你的心是吧？他出去三个小时，就是你不找到，你觉得没事儿，他就在那儿，反正他不会走的。不是，我以前找了不知道几十次了，每次出去是找不到人了，我就觉得说，那再找也没意义了。然后他去打包一个东西，然后你还嫌他丢人，你自己无能不挣钱，你有能力嫌别人吗？我是觉得他要换一个行。哦，换行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个人的评判，他是沉迷于游戏，而不是靠此去挣钱。你就是不想好好的老老实实的找一个工作，你是沉溺于你自己不能自拔，对吗？你稍微关心他一点，他第二天早上要早起，你晚上就不要那天晚上喊麦吧，你到周末再喊麦行吗？赶快开启你新的人生，我相信一定会更好。谢谢李总。啊，前任那么好，找前任去啊，乐观开朗，性格好，是你喜欢的，你跟前任好去啊，你找他干嘛呀？因为后面长时间不在一起，然后就慢慢感情就淡，就后面就分手了。所以还是没在一起。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确实是挺开心的。我最讨厌当着自己现任的面夸前任，那么好你跟前任好去啊，你当着他的面说什么前任呀？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好，就他性格上就是有问题。那本来就是对他的否定啊，你这就。精力和时间浪费在已经成为相看两厌的感情上，大好的青春等着你们，先从改变自己做起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沙娜老师。